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泉州市实验幼儿园的杨绿汀。泉州市实验幼儿园长久以来因万南文化进校园引进了转型，因得到了非常好的效果。咱校本文化万南童谣人人爱，集可视、可听、可读的现代科技手段，成功的案例在大家面前展示。咱这次的万南童谣是泉州市实验幼儿园第四次得到一等奖的好成绩。这些好成绩啊，交老师、交囡仔的努力是分不开的，因为这些好成绩啊，全部是阮幼儿园家自编、自导、自演的。阮今拿带来难出戏、真趣味，是咱幼儿园向大家再次的汇报阮的教学成果。小朋友啊，恁准备好未？准备好了。好，咱接下来分享小朋友的表演。Yeah.
我吹罢你，敢那金穗就断情。